记者杨雅明台北报道，争持咖啡商机，食品业者出奇招。台湾罐装咖啡龙头金车集团包下台北捷运板南线车厢，打造全台第一个咖啡车厢，进行感官行销。搭上捷运板南线，幸运的消费者有机会坐在金车冷萃黑咖啡打造的咖啡车厢，车厢内满布着纯黑的咖啡液，拉环上则有一罐罐的造型咖啡罐，闻得到浓郁细腻的咖啡香气。代表博朗咖啡的经典人物博朗先生也将出现在车厢里，伴随乘客徜徉在时尚的咖啡世界中，乘客还可以透过创意造型吸管图样拍摄各式各样活泼可爱的互动照打卡，打发无聊的通勤时间。金车集团从1982年推出第一罐博朗咖啡，在市场上造成热烈话题与追随，成为罐装咖啡市场的领导品牌，至今走过35个年头，已成功销售到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成为另类台湾之光。金车集团年年创造话题，提供消费者不一样的咖啡体验。该咖啡车厢即日起至明年元月14日只将随机出现在捷运板南线，预料将成为热门打卡景点。